麻烦看一下这里哦，他说 18 的 a 次方等于3，麻烦用 a 来表示 log 以2为底3，怎么算？来，首先来一次哦。其实这题哦看起来很简单，其实它也不难，只是说这种题目来讲，好不好？对数字的感觉要够敏感，否则很多同学不晓得该怎么下手。其实哦，你看一下这些数字当中都有个特性，不是2就是3，对吧？哈。 18也是一样，18可以分解成2乘上9嘛，9次3的几次2次嘛，所以18可以分解成2乘上3的2次，对吧？所以说怎么做好？题目给这条件，要变成它，所以说我先把这个条件也变成 log 行不行？好，怎么变？原本 18 的 a 次方等于3，对不对？把它变成 log 怎么变？很简单，指数变成 log 怎么办？先把这18给调下来。 两边交换，所以说算出来就是几 a 是不是算了？所以说把底数18给放下来，行不行？两边交换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所以说写到这边的时候，你观察一下下，好，所以说 a 等于几 log 以18为底3，但是很讨厌一个现象，底数是18，对吧？底数这18 a 3， 因为不能分解。 18可以分解，它可以分解成2乘上3的2次，但是问题是底数分解好不好算？不好算，所以说是建议你好不好？把 log 以18为底3， 把它倒过来，所以说把它写成 a 分之 1 等于 log 以3为底18，有没有？所以说把底数把它写成 3， 这时候你观察一下， 18怎么分解？ 18可以分解成2。 乘上3的几次2次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写到这边之后，一个 log 相乘，我们这边可以把它拆解成两个 log 怎样相加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一个 log 相乘可以拆解成两个 log 相加，所以写到这边是 a 分之 1 等于 log 以3为底2， 加上。 这 log 以3为3，把2往前推之后 ，log 以3为3是几？1，2乘1是几？2。写到这边时，我们蓦然回首，哇，这两个像不像？对吧？哈，这两个像不像？像吧。所以把2给移过去，好不好？所以得到 log 以3为底2，等于 a 分之1减2，行不行？我要变成 log 以2为3嘛，是要倒过来。 在倒过来之前，麻烦你先把这边把怎样通分化解 ，a 分之1减2可以写 a 分之1减几 a 2 a， 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所以说倒过来变 log 以2为底3，等于1减2 a 分之几 a， 就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后，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